哎，你。那个，我是李医生让我来找您的，请问您是沈医生吗？我们今天的整个治疗过程都会全程录影，这是我们心理治疗必要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们现在开始了。别紧张，你放轻松，可以跟我说了。我杀人了，杀人了，我是杀人犯。